走了走了，这也不是你们的家，别在这儿当日子过。走。是差爷，我回去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他很早就来了，坐在屋里不肯走。他也不说来干什么。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莲儿，你又到牢里去了。二大爷，老夫人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和公子成亲了，他是我们少夫人。嗯。少夫人，哼，这才叫荒唐！一个在牢里，一个在家里，那是怎么成的亲？说出去简直就是笑话。再说成亲是一件大事，至少要通知一下本家本族的人，我怎么都没听说。还一定要你听说吗？也许我奶奶不想让你知道。要不要让我把本家本族的人都找了来，听听他们怎么说？我敢说，没有一个会承认你是裴家的少夫人。二大爷，这绝不会错的。老夫人在场，就在这儿拜着堂。少插嘴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今天来的意思是来做什么？要我把家产交出来，让你来掌管？哎，我是为你着想。你年纪轻轻的，犯不上为一个要死的人葬送了你一辈子。你去把那些本家本族的人都请来。嗯，都请来。你真要这样做？嗯，让他们大家来评评理，我不要说话，由你一个人告诉他们，你是怎么骗了我们家的银子，耽误了我丈夫的性命，现在你又来想谋夺家产。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我该怎么说？你看我奶奶不在了，认为我好欺负是吧？我把一生都给了裴家，还要你们来承认？你去问问那些本家本族的人，他们谁好意思来？有谁帮我们出过一点力？只有你这位二大爷，在御史衙门里还有个拜把兄弟。你这孩子真是太没规矩了。我不跟你说了。你就这样走了？嗯。不走你还敢把我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家除了这个空房子就再没别的了。等我生下孩子以后，日子会更难过。你骗了我们家的银子，我早晚会找你算账。你来算好了。哼，我看你比那个老太婆还凶。就更孤单，我们恐怕不会再见面了。只要有缘，我们来生还会再相聚的。不要啰嗦，快走你的。我知道你嫌我啰嗦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人生都免不了要死，早死晚死由天作主，由不得你。你不说死行不行？可是死要死得心安理得，光明磊落，这是由你做主，由不得天。